请帮书名大作家按个赞哦。张忠谋昨天在 APEC 的反台记者会上证实了，台积电不止5奈米厂，连3奈米厂也要到美国去设厂呀，立刻在产业圈投下了一颗震撼弹。因为先前政府说要把最先进的晶片技术给留在台湾呐，结果现在怎么最先进的厂全部都要去美国了呢？真宇。 其实我们先回去讲一下哦，之前半导体有在讨论哦，各个专家学者一直在讨论去台化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至行政院长、我们的经济部长、国发会主委全部都说去台化是无稽之谈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所有的经济学者全部说，也许它不是现代进行式，但是它可能是未来可能是。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哦，我们这个台积电。 坦白讲，蔡英文总统，你想把我们台积电最引以为豪的护国神山留在台湾，但是你要不要记得提醒一下自己，我们有将近80%是外资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台积电真正的主权你控制得在你手上吗？真正能够做我们的护国神山吗？刚刚立文姐说得很好哦，现在护国神山都快变了，被人家愚公移山了。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式，我们就说美国爸爸是很强势的，如果照他这样子，以美 美国永远都是以他的利益外交为主的话，现阶段难道蔡英文你还要再救选举吗？当初你为了救陈其迈，台积电到了高雄了；现在你为了救桃园，现在他到龙潭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到底还能控制多少？难道台积电真的要被你们变成是在国际谈论的筹码吗？不要再当作。